接风雷阵，六号线。喂，接风雷阵，二号线。喂，接风雷阵，二号线。接风雷阵，六号线。 还是没有人接电话吗？你是不是人品有问题？要不你家人、你的兄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是从冯雷镇来的吗？你是冯雷镇的人吗？你有过银行，有过三千商铺，有过五千民团，还有过那么多兄弟。 可是你现在什么也没有，这人世间的事儿真是挺有意思。不会，我家里出事儿了。 出大事，你想出去，有办法吗？你反疯了！三号围得跟铁桶似的，你能出去吗？我知道硬伤肯定不行。我来的第一年，我和摩托把这地方，这个监狱的图纸设计的特别好，梯形结构，地下水道都是加了铁丝网的，通风口是狐妖形，咱们脚踩的地下全部都是用水泥浇灌的。既然你是行家，那你为什么做梦？五哥，我必须得走。 我没钱买药了，家里没人给我送钱了，帮我家打了一个多月的电话，没有人接我，我的兄弟们家里人不接我的电话了，我有点糗。家里有人想让我死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冯雷镇，你回不去了。他说的没错，现在的冯雷镇比这儿更危险，知道吗？我要是不走，明天我也是得死。胡哥。 你得帮我，一定得帮我，想想办法。你清醒点吧，你看看咱这个地方，南北全是兵营，火力加起来能打下一个县城来。西边是悬崖峭壁，只有东边能走就是大门。大门是整个监狱的重中之重，每天都有人把守，而且还有两个重机枪设备。到了晚上，还有一个排的兵力在操场巡逻。头顶上还有两个探照灯，轮番照射。你怎么出去啊？我就不信三号监狱这么多年就没动过这心思。 不当，三号历史上有三次越狱，第一次没啥意思，五六个人趁中午换岗的时候，抢了一把枪，想直接从大门里冲出去，可没跑几步就被刁楼上的狙击手给狙死了。第二次，三个人动了点心思，事先把仓库给点着了，当时场面一度失控，忙着救火的救火，忙着控制犯人的控制犯人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沙立斌这小子。 根本没有去救火，火警一出现，他就拎了把机枪，把大门口给封住。第三次，还行，是我直接策划的。我的一个好兄弟，理论上来说，人是被我送出去，可惜不是活的。用什么办法？这座监狱，每天晚上三点钟有水车出入，我给他买通了守卫和送水工。 让他在夜里趁着探照灯没有扫到他之前钻到水车里拉出去。那水车是空的还是满的？那得看时机，时机成熟了，有水泥的钻进去。很可惜那天他运气不好，还没接近水车呢，就被探照灯给扫到了。胡哥，我想赌一把，就用这个办法行吗？不行，何福堂，我告诉你。 绝对不行，想都甭想。我是为你好，现在二号对于你来说是最安全的，明白吗？走。
哥，虎哥，哎，我想打麻将。你真想玩啊？哎。想通了，想怎么玩？总是自己人玩没意思吧？那我给你把张院长找来。我没意思。哎，那个是不是新来的？新兵，新来的。来了几天了？第一天。何不堂，跟新人玩有什么意思？不跟新人玩，我赢谁钱？我赢你钱，多没意思。好啊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去，把他给我叫过来。好。虎爷，上次跟张营长打麻将，他输的都急眼了。他什么都急，人品不好。抢他老婆他不急。谁这么拽，还让我亲自来？瞎了，虎爷都不认识，还驴爷呢？什么事儿？说，我忙。我发现你小子很不开眼啊。虎爷让你打麻将，那是给你面子。坐下。打麻将？你让我陪你们这帮渣子打麻将？哼！哎哎，行行，别火这么大，你算给虎爷一个面子，这就打一局。放开！你别这么大火气，你给虎哥哥一面子，好不好？放开！就打一圈。放开！你完了，你把虎爷跟我都害了。要么举报，要么把这人看好。何福堂，你他妈的太混了。你要举报我吗？不举报我就把宋水工来的时间告诉我，宋水工的名字。你要是想胡同水车的话，必须一直待到夜里三点，一直待在院子里。宋水工的名字叫阿森。叫什么？阿森，马眼压低，背好枪。叫什么？阿森。后半夜几点？三点。必须一直待在院子，记住没有？哎，绑腿，绑腿。来不及了。上头交代，一定要严加防范。兄弟们，都给我盯紧了，知道吗？啊？这兵怎么身上有血啊？站住！那个兵，你身上怎么有血呢？转过来。长官，天气干燥，我鼻子出血。回去洗洗，成什么样子了？是。兄弟，谢谢你替我站岗。你是谁啊？高国忠。哦，你不打麻将去了吗？长官让我替你站岗。哦，我不打了。哎，输了还是赢了？输了。难怪这么快就回来了，真的不用我替你了？真不用了，谢谢。赶紧擦擦吧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。
你怎么没打绑腿啊，兄弟？我起晚了，你还是回去绑上吧。马上就要查岗了，典营长要来了，你就惨了。兄弟，别嚷嚷行吗？你还是回去换上吧。我查岗，不好了，查岗了。报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。兄弟，帮我打。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，人呢？报告长官，三十七号他拉肚子了。继续。什么？三九。记着，你请回炖酒。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、四四、四五、四六、四七、四八。没问题。四九、五十。好。五一、五二。五四、五四、五五、五六、五七、五八、五九、六十、六一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六六、六七、六八、六九、七十、七一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怎么能跑到这儿来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，必须当面说。什么事儿？你的电话被你们站长监听了。听谁说的？这你就别问了。总之，你们站长已经怀疑你的动机了。啊，一定是那个姓沙的盗的。还有什么事？何福堂要越狱，要从三号监狱里逃出来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事儿，多好。向左转，经理，换岗去下一个哨位。兄弟，我是刚来的，下一个哨位在哪？换岗。换岗，文修。兄弟，我要接大手，憋不住了。快去换回。是。轮休，我已经轮休过了。命令。是。
典狱长来了，请示他。兄弟，几点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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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凌晨两点半。哦，谢谢。我刚打呼噜吗？没有啊。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水车呀？啊，轮到我。啊，辛苦了啊。不辛苦，快去休息吧。啊。阿森，去拉水吧，一会儿我送你出去。哦，好。你谁呀？高国忠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借水车。哎，我也借水车。错了吧？我没搞错，是张营长亲自下的命令，说让我来借水车。张营长人呢？
刚才还在后山巡逻。对了，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高国忠。高国忠。刚才不是你啊！刚才那兄弟太累了，我替他。阿森吧。哦，对，走了。好。绑腿都不打了，小腿肚子烂了，没办法。是啊。怎么出来个军人？假的，他就是目标，准备开枪。等等，还没有在射程之内。还有多远？10米，再有10米就有把握。让他自己爬回来，爬过来。
你怎么又给我擦了一遍？这盆里是什么东西？你都给我轮着擦了好几遍了，我怎么了？没事，休息一下就好。你没跟我说实话吧？没事，姐，不用多想。别多想，再躺一会儿。好，你来看我，我心里可高兴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姐姐的朋友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心愿的结果出来了。结果是氰化钾中毒。常丽雪是不是也是？不说了，我要先回西安查一个人。霍大成，你知道霍大成？霍大成原名叫魏忠先，在风雷镇的时候是我的大姐夫。他的左手臂是被何普堂砍下来的，也是何普堂的杀父仇人，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一定跟魏忠先有关。魏忠先，肯定是魏忠先用浸泡了氰化钾的信纸给我姐写信。还能挺多久？十天，最多十天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万一我姐要有什么，拜托你。出事了，何福堂没跑出去，他受伤了。你谁啊？出去。你出去？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你谁啊？你干什么的？我让你出去。这是医务室，你出去。
你不地道，说好等我，竟然会越狱。松手。朋友，他是我朋友，求你放过他。松手。求你了，我叫你松手。松手，松手，松手。咱们见过的，对吧？上次去抓捕你的时候是我去的，想起来了吧？想起来了。现在我说你听，我的那个同事人不坏，但是很固执，不善于调查研究。现在由我来接替他。我去查过，你家里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应该给予相应的理解和照顾。这一次你杀他的事情，上面谅解了你。以后买药的时间会多给你7天的宽限，怎么样？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是坦诚的，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提。你的事情以后由我来负责，懂了吗？懂。淑敏，如果我要你和我一起离开这里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去哪儿？去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，盖一间小木屋，只有我们两个，一起终老一生。好啊，我还求之不得呢。那等会儿我去办件事，你在家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我们就走。明天？这么快？嗯。淑敏，你爱我吗？爱。我不在的时候会想我吗？会。你真傻，我们不会分开的。
在家乖乖等我回来。要多久啊？不会太久。淑敏，我爱你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来替我姐姐报仇的。你姐姐？你姐姐她怎么了？她快死了。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和何福堂的恩怨为什么要牵连到我和我姐姐身上？不公平。我一手培养了你，今天你这样对我，你别再演戏了。我现在彻底清醒了，不再是你利用的工具。魏成仙，我今天来就是要你的命。你说一句真话，你问吧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姐姐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爱她，非常爱她。你爱她，为什么要杀她？她是无辜的。你错了，她不是无辜的。你撒谎！你曾经跟我说过。你跟我说过你会疼他，你会保护他，你现在对他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知道，你非常爱你的姐姐，我也爱她。最自私的。